要开！我今日非夺得龙脉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夺走龙脉。如果龙脉被夺走，风兄弟将会失去依靠，魔性复发，我不会让你得逞啊！就得看你的本事。决心趁着聂风魔性发作，欲要夺取其手中的龙脉。秦霜及时赶到，与决心展开大战。只见决心手持雪影刀，对着空气一阵乱砍，连秦霜的衣角都碰不到。秦霜躲避一阵后，发起灵力反击，一套连环穿心腿踢在决心胸口，将决心踢倒在地，狼狈不已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恢复些许神智的聂风走了出来。风兄弟，卑鄙的决心利用聂风成功的重创了秦霜。秦霜伤势过重，自知必死无疑，对着聂风说出了最后的遗言，表示从小到大这么多年，他只责怪过聂风一次，那就是聂风夺走了孔慈的芳心。而现在的他看开了一切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聂风，希望聂风能够去除魔性恢复过来。见到最敬爱的大师兄陨落，聂风站起身来，愤怒至极，偌大的魔字再次变得血红，手持雪影刀追向了决心。丁宁将一切看在眼中，以为是聂风入魔失去理智，丧心病狂地杀了秦霜，抱起秦霜的尸体哭得声嘶力竭。步惊云四人也在不久后赶到，见到秦霜的尸体大惊失色，询问丁宁是谁下的毒手。是聂风，是聂风杀了他，是聂风杀了他，不可能！我亲眼看着他拿着雪影刀离去，不是他，还会有谁？第二梦难以接受这种结果，认为不可能是聂风所为。悲伤至极的丁宁不听劝告，执意认为是众人在包庇聂风，放言要杀了聂风为秦霜报仇。画面一转，聂风紧紧跟在决心身后，手中的40米大刀不停挥向决心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再纠缠下去我真死路一条。决心自知不是聂风的对手，只好36计走为上计。聂风的魔性再次被龙脉压制，双眼一黑晕倒了过去。第二梦顺着痕迹找了过来，叫醒了昏迷的聂风，询问聂风还记不记得发生了何事。聂风看着满是血迹的雪影刀，推测自己可能杀了人，说出了他还记得的事情。我只记得我的魔性又要发作了，我坐在屋里运功，突然一股热气冲上来，我压也压不住，后来就什么都记不得了。我到底杀了谁？是秦大哥。种种证据都指向了聂风，第二梦不由得有些心灰意冷，告诉聂风他杀了秦霜。聂风得知消息如遭雷击，一时之间愧疚不已。他回到聂家祖宅，见到了秦霜的尸体，看着雪影刀上的血迹，以为真的是自己杀了秦霜。第二梦上前安慰聂风，认为当时聂风已经入魔，不能完全责怪聂风。丁宁却是不肯善罢甘休，怒斥众人不要替聂风开脱，随后不停出言刺激聂风，言语之间要聂风自杀谢罪。聂风心中愧疚无颜苟活，拿起雪影刀就要自刎，步惊云连忙上前阻止，劝说聂风冷静一些，此事还存在诸多疑点，真凶不一定就是聂风。我看过大师兄的伤口是被乱刀砍死的，如果真的是已经发狂成魔的风师弟所为，伤口不应该那么蹩脚，一定是一刀毙命。没错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任凭步惊云说的头头是道，丁宁却认定是聂风所为，众人只是在替聂风开脱。步惊云说出定会查出真凶，让聂风在这之前不要轻生。众人将秦霜埋葬后，丁宁始终无法原谅聂风，无时无刻不想杀了聂风报仇，决心抓准时机找到丁宁，对丁宁发起了嘴遁，挑唆丁宁去杀了聂风。丁宁受到决心的蛊惑，准备利用聂风的愧疚心杀了聂风替秦霜报仇。此时的聂风跪在秦霜的坟前忏悔，不停述说着对秦霜的歉意。丁宁手持长剑到来，讽刺聂风在假惺惺的作戏，要送聂风去黄泉向秦霜忏悔。你要道歉就去九泉之下向他忏悔吧。